开车取物，不下车。防疫以来，美国民众习惯这样的模式。垃圾回收公司与美国慈济教育基金会合作，赠送有机土，车流井然有序。民众依照路线呢很顺畅，大家都很守规矩，很有耐心的排队来领取。那回收垃圾回收公司也派了许多人手啊来帮忙铲土给民众，所以相当的顺畅。那我们一起可以小钱行大善吧。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，累积小钱行大善，民众乐意响应。对，我们有三个哦，好哦，太好了，让小孩子从小就懂得去帮助别人。对啊，好，有很多的会众一次拿了两个三个，有很多他们是要拿给小孩子或者自己的亲友儿女，哦，让他们能够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感恩您，好，谢谢。大爱新闻之声美职工李琼勋、卓玉敏、蜜雪儿，美国报道。